然后第十三章内收机的拉丁抄082136页，坐姿双掌坐姿脚掌相对的内收机拉丁抄步骤，踩坐姿脚掌相对并拢，双脚朝往属膝部靠近，双手抓住脚裸，用手肘把膝盖压向地面，保持背部挺直。动作诀窍：保持背部挺直，靠手肘控制拉筋的强度。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是内收长肌、内收短肌、内收大肌，次要肌群是股活肌、尺骨肌，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骨盆带的撕裂性骨折、主膝部肌肉拉伤、尺骨炎、梨状肌症候群、内收肌肌腱炎、大短子滑囊炎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篮球、篮网球、自行车、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冲浪、健走、竞走、摔跤，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，编号058，可以吗？嗯。下一页137页，编号083，跨马步的内收肌拉筋操步骤：踩站姿，双脚跨开，跨站，脚趾朝外，屈膝，上半身往前倾，用双手把膝盖往外推。对，差不多就这样。动作诀窍：股四头肌强壮有力的这个姿势可能维持比较久的时间，当大腿开始感到无力时就可以停下休息。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内收长肌、内收短肌、内收大肌，次要肌群股活肌、尺骨肌、股大头肌，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骨盆带的撕裂性骨折、主膝部肌肉拉伤、尺骨炎、梨状肌症候群、内收肌肌腱炎、大短子滑囊炎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篮球、篮网球、自行车、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冲浪、健走、竞走、摔跤，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，编号087。好，下一页，138页，编号084，站姿抬腿的内收肌拉筋弓，我给你一个直，放在你侧面。步骤：身体站直，一脚图示为左脚，左脚抬向侧边，把脚放在椅子的较高的，在你这边呢，在这边呢，哎，你把脚抬侧边抬起来，这样子吗？哎，你要再远一点，对，那脚是直的，身体站直，一脚显示为左脚，抬向侧边，把脚放在椅子等较高的物体上，脚趾朝前，慢慢把右脚转离椅子的方向，离开，再来离开，那脚要是变成那个膝盖要变成打直，对对对对。动作诀窍：透过调高椅子等垫高物的高度，可以提高拉筋的强度，是个人需要。手可以，我再调我的镜头。是个人需要，手可以扶靠稳固的东西来保持平衡。拉到的肌群，内收
长肌，内收短肌，内收大肌。四要肌群是乳搏肌、尺骨肌。啊，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骨盆带的撕拉、撕裂性骨折，股膝部肌肉拉伤，尺骨炎、梨状肌症候炎、内收肌肌腱炎、大转子滑囊炎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篮球、篮网球、自行车、健行、格斗、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冲浪、健走、竞走、摔跤，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，编号082，下一页139，编号085，跪姿、胯脚的内收肌拉筋操。跪姿步骤：踩四只着地的跪姿，一脚伸向侧边，脚趾朝前，双手贴地，慢慢把脚趾转向外侧。动作诀窍：是更需要可以拿毛巾或垫子垫在膝盖下，会比较舒服。你需要垫吗？没关系，就是脚趾头反而是朝前，然后慢慢朝到外嘛。对，是不是？对，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是内收。啊，我要拿一个东西来垫一下，拿我的外套。我那边有很多毛巾啊。没关系，我已经好了。啊，有助于修复。哎，拉到肌群讲完了没？还没。拉到肌群，啊，主要肌群是内收长肌、内收短肌、内收大肌，次要肌群是骨搏肌、尺骨肌。然后，啊，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骨盆带的撕裂性骨折、股膝部肌肉拉伤、尺骨炎、梨状肌症候群、内收肌肌腱炎、大转子滑囊炎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篮球、篮网球、自行车、健行、格术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，啊，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冲浪、健走、竞走、摔跤，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，编号086，下一页140页，啊，编号086，蹲姿胯单脚的内收肌拉筋操。步骤：踩站姿，踩站姿，双脚岔开跨站，一脚伸直，脚趾朝前，另一脚屈膝，脚趾朝向侧边，放低鼠膝部，同时把手靠在弯曲的膝盖或地上。他的一只伸直的那只脚，那一只脚的手是在地上，是摸地上。对，那另外的那只手的肘部的前肘，是压在他的那个大腿膝盖上面。对，差不多是这个样子。对，动作诀窍：可透过放低上半身来提高拉筋的强度，拉到的肌群，主要的肌群，内收长肌、内收短肌、内收大肌，啊，次要肌群是骨骼肌、尺骨肌，那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骨盆带的撕裂性骨折、股膝部肌肉拉伤、尺骨炎、梨状肌症候群、内收肌肌腱炎、大转子
滑囊炎，对哪一些运动有帮助？篮球、篮网球、自行车、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自拍轮、武术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冲浪、健走、健竞走、摔跤，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编号085。好，下一个坐姿，141页，编号087。坐姿，两腿大张的内收肌拉筋操。步骤：踩坐姿，两腿尽量张开，背部保持平直，上半身往前倾，上半身往前倾。动作诀窍：双腿张得越开，拉筋的强度越强，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是内收长肌、内收短肌、内收大肌，需要肌群是股薄肌、尺骨肌、干膜肌、干腱肌，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骨盆带的撕裂性骨折、股肌部肌肉拉伤、尺骨炎、梨状肌症候群、内收肌肌腱炎、大转子滑囊炎、后腿肌拉伤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篮球、篮网球、自行车、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冲浪、健走、竞走、摔跤，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，编号086。下一页也最后一个，142页，编号088，站姿大腿大张的内收肌拉筋操。步骤：踩站姿，双脚岔开跨站，脚趾向前，上半身朝前倾，双手往前往地面伸展，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内收长肌、内收短肌、内收动作诀窍，这个拉筋动作会让下背部肌肉及膝盖膝关节承受很大的压力，不适用下背部疼痛及膝关节疼痛的人。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是内收长肌、内收短肌、内收大肌，需要肌群是股薄肌、尺骨肌、干膜肌、半腱肌，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骨盆带的撕裂性骨折、股膝部肌肉拉伤、尺骨炎、梨状肌症候炎、内收肌肌腱炎、大转子滑囊炎、后腿肌拉伤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篮球、篮网球、自行车、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冲浪、健走、竞走、摔跤，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，编号084。OK， 就结束了。好，大家谢谢。